好，主播，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民众带着各式各样的容器，在售票处前大排长龙，大朋友、小朋友，通通都是要来盛装香喷喷的爆米花，其中还有人带了超大的水塔桶，容量高达1600公升。先来听听现场民众怎么说。我们会直接前往博尔特区，对，然后我们有准备1500个到2000个牛皮纸袋，然后大家有差不多5-6个人会帮忙分，看谁免费要，就是铲到你喊停为止。那包就送给你。根据了解，这间电影院今天才刚开幕，举办超狂活动，只要购买2张电影票，再加价50元，就可以用自备容器把爆米花装到满。带来大水塔桶的男子说是要分享快乐给更多人，所以才会自掏腰包，以小货车载运爆米花，要到博尔特区进行分送。以上是掌握到最新消息，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